to you for a minute?参加跑团最大的意义就是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，可是一群人可以跑得很远。冲刺！我对跑步有很大的热爱，可是我是一个非常偷懒的跑者，所以其实有一群人一起热爱跑步，燕博跑团。很棒的是，他是用很欢乐的方式训练大家，然后而且无形中大家就是感情也非常浓厚，然后在这个跑团也认识很多好朋友。我发现这个团队很不一样，就是不仅是燕博教练非常的优秀，我觉得是整个团队都非常的优质，所以而且这个团队是充满爱以及正能量的，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来这边虽然体力上是很疲惫，可是其实精神上却是很舒压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个 Run for Dream 的一个跑团，谢谢大家。Run for dream， 超越你的不可能。Run for dream， 为梦想而跑。改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改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改变，超越你原来的自己。改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超越。改变，忘记了。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改变，成为最好。改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你一定会比自己。哎呦！改变，超越你的不可能。